机车绿灯往前骑，结果右侧路口一个阿伯没在看路，红灯右转，骑士气不过，碎念了几句，阿伯就转头瞪人。你闯红灯啊！闯红灯怎么样？阿伯，你别打。没想到阿伯恼羞成怒，追上去找骑士理论，两个人不顾车来车往，边骑边吵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车子是不是要过了？阿伯气噗噗，三字经五字经连发，骑士哪受得了，往旁边停车，拿起手机说要报警。我们找警察来嘛。找警察怎么样啊？找警察。不要走啊，我叫警察。骑车纠纷发生在台中北屯中清路二段大鹏路口，靠近水南菜市场，附近店家说这里车流量大，常常看见车辆违规。那你违规嘛，我纠正你是为你好啊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你违规是你倒霉。整个吵架过程被po网，大批网友力挺骑士，行为已经触犯公然侮辱罪。除此之外，阿伯闯红灯又在路中无预警刹车拦停车辆，可以处罚最高32,000元罚锾，自己犯错还反过来指责他人，代价可不轻。记者林世信、李云杰台中报道。